祝愿你们。谢谢大家。说您今年很关注这个人工智能是吧？接过，来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落地情况。能不能让一下好吗？这个人工智能的哪几个产业链？员工有哪些新动作？啊，有很多，有很多，在智能交通，在这个智能家庭，一边走一边说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能音箱，大家现在一边走一边说，已经用了很多了。我觉得这个跟整个国家的形势也非常的契合哈，就是人工智能在中国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。等会儿啊，中兴先生你怎么看？中兴是通过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，提升它的效率。